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进来了啊！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明天再来。哎，明天打脸了啊！打烊了啊！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打狼啊！给你带回家吃啊！哎，秀妹，秀妹，你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邓大哥，你别忙啊，我来，我来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？你去换衣服了，让秀妹来。各位妈妈好。哎，老五，你去找我们家小杨一起吃晚饭吧。这不在家吃啊？哎，那我妈呢？哎呀，快去快去吧！这个你晚上不要补习功课吗？我们家天天晚上都在陈妈妈家吃，快去快去！哎呀，小妹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换衣服，我们要听丫头唱歌。快快快！都去啊！啊，我们都去。我们早就让树贵给我们大家都买好票了。哎呀，怎么还花这个钱呢？管我呢！你就别管了，我上后院啊！一大帮子人怎么去啊？我去买吧，去吧去吧去。哎，丫头，不可以的，你爸不许啊！爸在店里嘛，少一点，少一点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化妆间，你看看，他们都在这儿化妆，然后那里是朋友间，化完妆都等在这里。哎呀，你们都来了，木子我们来了，邓大哥也来了，在前面，对对对，爸也来，爸也来了。真漂亮啊！你们都买了票了，还不赶快到前面去找位置？我跟你说啊，别人表演不重要，我们呀都是来听丫头唱歌的，对吧？丫头这真漂亮，对呀，谢谢，加油！好了好了，快去前面吧，去吧去吧，去吧去吧，等会儿去，唱唱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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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大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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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不去吗？我跟他们一样吗？我是服装管理员啊，我。哎呦，让我看看。接下来要跟各位郑重介绍一位我们的老朋友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是小朋友，最可爱、最甜美，歌声最棒，只要他一开口，明天股市就是昂立立水当当了。我这样讲，你们都知道是谁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邓丽君。又念错，怎么是俊俊不分呢？君也好，云也好，我上去好吗？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福星玉女邓丽君。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
香，闻之夜来香。献给我最爱的爸爸。父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，圣洁多慈祥，发出爱的光芒。唱给他爸爸听的。对啊，心里只有他爸。可以这样的，主任呢？我没有，还没有。当初丽君在我们电台唱得好好的，是你们千真万确的跟我说孩子要念书，任何事情不能影响他念书，我这才答应你们把丫头带回去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没错没错。那怎么现在答应他到国之滨去当驻唱呢？我宁可让他跑歌厅，也不会让他到电台来。我情何以堪呢？我现在在林老板面前，我都快成了个笑话了。赵主任，哎，邓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没问题。哦不，如果说丽君她真的没问题，啊，
让丫头到电台去续约，继续唱歌，都没问题。您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那续约的条件呢？没条件。他晚上不行，除了晚上。知道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关于他的酬劳，照原样。他过去不是拿月薪的吗？还像以前那个样子。您可以把合约啊拿到我这儿来，我到您电台也可以。啊不不不不，我亲自给您送过来。邓姐，谢谢，太感谢。来，赵老师，您坐您坐。哎呀，赵老师啊，要说感谢的，应该是我们。丫头是从你们电台比赛出来的，从前呢，她只是能唱爱唱，是一个小丫头，让您给慧眼识英雄，然后培养了她，挖掘了她，这个，所以说这一切啊，还要感谢你。后来我们盘这个店的时候，也是您没有戳穿她的诡计，啊，破例把合约给签了，还预支了1000块钱的这个酬劳。哎呀，签过了。别这么说，你们不是后来很快就把钱还了吗？还钱是本分，理所应当的。但是您这份情谊，我邓叔一直感念在心。哎呀，后来您又特别体会我们做父母的心，继续帮忙，让丫头回去又重新读书。赵老师啊，您跟林老板不一样，您对我们丫头是有恩的，对于我们邓家是有恩的，我们理应感谢。你喝点茶好啊。指挥老师，麻烦停一下好吗？怎么了？阿志啊，那个好一朵小花那边那个鼓可不可以再强一点？哦，你说那边你想要是棒棒棒棒啊？对对，就这样。好，让整个观众可以跳起来。嗯，对。不过我觉得你唱到好一朵小花的时候，你可以整个停住。让观众唱，对，互动嘛。嗯，好，麻烦老师继续。好，来，歌曲拜来。牛蛋呢？干嘛？换歌。我真歌了。唱这几首。望春风，港都夜雨，可怜孤女与夜华，都是闽南语歌。怎样？不会呀、啊？啊，闽南语白嫩嫩呐，怕唱完了以后股票跌。哎，你不是邓丽君吗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去叫你老伯来啊，叫他来谈合约啊。刘小春啊，妈呢啦，心敲鬼哦。我哪有，我这是佩服他，他是邓丽君，他没有在怕的。我是没有什么在怕的，我什么都可以尝试，但你没有办法规定我唱什么。啊，是谁说要尊重前辈啊？是你吧？我跟李艳争压轴的时候，我必须得让着他，现在我比你出道早，我就是你的前辈，我就可以规定你。你不是不怕吗？接招啊！老师请。啊，这个。来了，搬搬来，搬搬来。啊，天就无聊你啊。阿志哥，你找我？嗯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我教你唱歌哦。啊，不是啦，你可以教我唱闽南语歌吗？嗯，你会啊，我听你二哥说的很好哎。不一样啊，唱歌跟说话不一样，唱歌每一个字的发音都要特别准。现在就教啊。嗯，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吗？我有个朋友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会我唱英文歌。不是啊，那个哦，唱歌的那个闽南语跟英文的发音差很多。我会认真学的。像那首《望春风》，望春风啊，
望春风我会。狗呀不破修定位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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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位，是修定 A， 你看 A 修定 A， A 有啊 A 修定 A 厝在背后归修定 A A A， 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鼓手大哥在教我闽南语。哎，伯母你好，你不是会讲闽南语吗？为什么还要学？那个闽南语用说的跟用唱的还是不太一样啊。嗯，妈，真的不一样的。好了，进来排练了。哦，先进去了。好。周台生，你说我什么歌都会唱，其实不是的，闽南语歌我就唱不好，我很苦恼。如果你在的话会怎么样呢？你一定有办法吧，就像你教我唱英文歌的时候，教着教着英文歌好像就没有那么难了。有时候我想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呢？我想这就是想念吧。一杯开始。我的爱情真滋味，吃苦嘛是甜。每日为了思念你，烧酒甲伊饮落去。大声一点！感觉阮是真欢喜，心内是酒滋味，风露嘛是酒味味。周慧敏干嘛呢？
学习呢？找个流氓来上课啊？你不知道我们家素贵的智能管理啊，是什么人都有。来，我的烤鸭啊！啊，你们刚刚唱上刀山下火海呢啊，戏都没得惊呢，唱那么小声，像蚊子叫是怎样？我也大声盖表，大声一点。老大，啊、我没有声音，又不是歌星。是啊，我那不是歌星嘛。我的，不要只会耍流氓了，给你们机会当老师呢，不好好珍惜，唱，唱到妹妹会为止。预备，开始。我的爱情真趣味，吃苦嘛是甜，为你为着思念你，烧酒该饮落去。唱唱什么呀？其实完全拢是爱爱叫，就多山路的爱，我嘛真欢喜。不是啦，香肠，肠在这里呢，要发强。强，很强。丢丢丢，很像强壮的强。嗯，很强。很强。丢，像我们去香肠摊呢，我们都叫怕很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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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，怕很强。看哦，像。火车行到伊都阿嬷伊都丢，哎呦蹦扛来，像这个哎呦蹦扛来，就可以用你那个很特殊的唱腔，表现你那个很可爱的样子。火车行到伊都阿嬷伊都丢，哎呦蹦扛来哟。哎，进来排练了。哦，好，走。你要记得我刚刚叫你那个 pet ball。嗯。火车行到伊都阿嬷伊都丢，哎呦蹦扛来哟！就是这哎呦，哎呦蹦扛来哟！真好，真好。蹦扛阿水都丢丢，长阿伊都阿嬷伊都丢。老师，为什么要换歌？你去问你妈妈。来，南明晚钟。好说嘛，啊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累了一天的，苏坤，他不开心，我还不开心呢。我不开心，我最不开心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啊，亚佐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跟爸爸说。妈不让我唱闽南语歌。你为什么不让唱闽南语歌？妈把我原来要唱的歌改了，还不准乐队老师替我伴奏那些歌。
然后是台湾登台的歌手不能唱闽南语歌的。嗯，不唱闽南语歌怎么了？你没有别的歌唱了？乐队老师都在说我，说我们外省人瞧不起本省人。哎，丫头，你干嘛不让他唱闽南歌啊？我就不让唱，怎么样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肯定是今天累了。累了一天心情肯定不好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啥话也不说了，你也上楼，上楼休息去吧。你昨天被骂了很凶吗？难怪你妈今天都没来。哎，那你今天就可以大唱特唱闽南语歌啦。我妈不喜欢，是我不做。哦，你还是听你妈的话好，不然她很凶。这事儿啊，要我说，就是你做的不对。唱歌就唱歌嘛，你说这么多年了还分什么外省人本省人的。哎呀，大嫂，我不是反对本省人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老大现在交往的就是一个本省姑娘，我看着好着呢。是吗？啊，再说了，本省人人家在这儿有根基，不瞧不起咱们就不错。那你干嘛还不让丫头唱闽南语歌？不是唱什么歌，是看他交往什么人，毕竟年纪还小呢。丫头有人追了？啊，乐队的，天天腻在一块儿。哟，那你告诉老邓了吗？这事得让他知道。我哪敢跟他说呀？本来他就反对女儿唱歌，要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子追他女儿，还不翻脸啊？我宁可毁约，都不能让他再唱。也是。台生，我来交作业了。还是老方法，听歌学英文。上一次你寄回来的卡带我已经听了，改得特别好。那这一次听听我的，看看我的发音正不正确。我们的歌 Such a beautiful day。 是不在乎那些我为他改的歌词。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给你爸爸的这些药贴上标签，尤伯伯要回台湾去，让他给带回去。妈，你别贴了。干什么呀你？如果能在一起，为什么要分开呢？既然想念，干嘛不在一起？哎呦，你怎么了，台生？你为什么不回去亲自照顾爸爸？哎呦，你看看你这一头的汗，你……我没事。妈，人不在眼前，再多的爱和关怀，都是白费的。就算你再想念，都会被距离消耗掉，远了，淡了。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能在一起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妈，爸，回来了。今天唱闽南语歌了吗？我没进去，我在外面等他。那个阿志跟出来了没？阿志，
谁呀？哎，丫头，片汤哦。我不饿。那白菜肉丝炝锅的。我不饿。他怎么了？别理他。那你先吃。谢谢爸。三哥，哎，大哥今天他女朋友来了。嗯，大哥有女朋友了。嗯，也该有了。哪里人？本省人，说是从嘉义上来的。本省人好，本省的女人呐，吃苦耐劳，又特别能干。你看山东啊，娶的那个老婆，这个又能带孩子，还又能干活。山东要不是她，能有今天呢？啊！为什么大哥可以娶本省人，我就不能跟本省人当朋友？怎么不能跟本省人交朋友？你看要宗要族不就？那是因为他们爸爸是川叔，川叔是外省人。那你小学那几个同学，他们不也都是陈老师跟洪丽珠了？对呀、啊，你后来不还请他们吃包子了吗？嗯，还有啊，还有曾好那个赖，那些都是客家人。哎呀，本省人、外省人、客家人不都中国人吗？这不就是、啊？那为什么阿芝不行？为什么不让我跟阿芝当朋友？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呀？啊？苏贵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叫阿志的鼓手在追他。那可不行。人家没有在追我，人家在教我闽南语。我不懂为什么妈不让我跟他当朋友。你不懂就不懂了，这事你不需要懂。说不准就是不准，不准跟那个阿志那什么。这家里啊，我做主，你要不听我的话，干脆歌都别唱了。爸，你也不讲理。我就不讲理了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对呀、啊，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嘛。那泰生呢？哎呦，不是说好了你带着泰生留在美国吗？阿珠，倒茶。那就回台湾读书啊。万一他又打架闹事呢？哎呀，老公，儿子已经长大了，懂事的，不会闹事了，你就放心好了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？啊，刚才有点不舒服，他们叫我回来休息一下。我看你，是不是血压又高了？真是的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还是泰生说的对，就该盯着你的。哎呀，你盯着我干嘛？你应该盯着你儿子。哎，老板。哎，小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我刚从美国回来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每天在这儿听歌那个女孩，今天没有过来。哦，你是说唱歌的邓丽君？对对对，就是她。她现在啊，去国之滨唱歌了，没时间过来了。她现在都登台唱歌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要不要进屋看看？啊，不了不了，下次吧。谢谢老板。哎呦。看大家靠下，别框大脚。阿志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这两波拢讲闽南语啊，看电影学闽南语啊。我不用这种方式学闽南语，我在后台听他们说过，是中间会放那个黄色小电影，我不应该带我来这的。不是啦，邓丽君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单纯只想跟你看电影。我不看，要看你自己看。哎，这不是每一部都放那个啊。假如说，他等一下我放这个感官挑战，我们再马上走嘛。
我不看。不要了。不要。跟我看电影啊，拜托了。我不要。我不会骗你。我还要看消息。你干什么？带我妹来这种地方？你冲啥啦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带她看电影啊。看电影？你带她看这种电影？你把她还账？你还骂人是不是啊？我骂你怎么样？你再啰嗦我揍你是不是？来啊，试看看啊。向哥，我早就说她对你图谋不轨吧。混账，下流！什么下流啊？你是知道放什么是不是？下流的人是你吧？我，喂，向哥，喂，你走，来进攻。太深。小鸡上鹰队，让我来。我要告狼，你怕狼什么戏？不要再打架，不要打架。干什么打架？打！干什么？站在这里还想打？你，你，过来，你们分开。我干我屁事啊！快点呐，到小黑板这边来。为什么不回我信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问你为什么不回我信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给你写信就不看。我看了。你是和段婷一起看的吧？还有我给你寄的录音带，你们是不是一起听了？你能不能……哎哎哎哎，干嘛？退回去，站好别动。站好了，干嘛不说啊？是你们那个人吗？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你现在知道不是个好东西是骂人的话？当然，我最近学了很多中文，连你的名字什么意思我都知道，都是为你学的。我还以为你会回信，会夸奖我。中国人本来就应该把中文学好啊。说不过你。练哦，练练练，拍谁拍谁，好拍谁拍谁。老林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阿斗，这几个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们都是我国之滨的人呐，这两个都未成年呢，叫家长来领回去。免啦，不会要把它还啦，没有那么严重啦。来，假婚假婚假婚哈！好了好了，抽一根哈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带小女生看小电影，还争风吃醋？不可能啦，这个是他的亲哥哥呢，有什么好争风吃醋的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管顾伟，给我一个面子了哈，把他们放回去了。我让你。免费提歌，安利后果。废话，我本来就提免费的。国之滨是我管区，哎，我是去督导呢。对对，督导，永远让你督导哈。好了，给个面子，让他们回家了哈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走了走了。哎，那个，后头那个留下来，你不能走。他为什么不能走？他是外籍，要移送涉外部门结案，留下来。丁老板，你也把他弄出去吧。哎，什么外籍啊？借粮下来嘛。伊哦，阿多啊，大哥你看。哎，一定是他哦，把阿志打成这样子的，我怎么保他出去？他是我朋友，他不走我也不走。你不行啦，马上要开场了，张辉开天窗呢。我不能留他一个人在这里。可是你要有职业道德嘛，对不？别人呢是买票进来听你唱歌的，啊，你现在不上台，这光没地鬼啦。没事的，我妈回来接我的，快去吧。给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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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走了，走了啦。走了。他是谁啊？他干嘛要帮你打架？哎，他跟你说什么？还有说有笑的。那天晚上我跟你介绍过了，他是嫩嫩的英文老师。拿信是吧？我不是为这个来的。那你为什么？朱才生回来了。好啊，现在你们不用 hello 来 hello 去了，直接见面。他被抓起来了。早已风起，你一个人留在那里？明。云之川流失的谁在乎你，誓言其实你说过，他们知道是个唱吧，不知道会有谁迎合，却让我听懂寂寞，不去不来，你在你不在的年代，永恒太短，唱不过你一首歌，人间柔软了颠簸，他们知道是个唱吧，不知道有多少银河，却让谁听懂快乐，沉默也是种抚摸，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相许的无悔无怨，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时过了却不亲切，谁唱起了时代的万语千言，离合的曲曲折折，花开的花落的打个照面，玉树还休的容颜，多少我不知道，你有多少情感硬核我不知道，早已风起，你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命运之船蹉跎的谁偿还你，心愿其实你说过，他们知道是个唱吧，不知道有多少银河，却让谁听懂寂寞，沉默也是种抚摸，谁唱起了爱情的万语千言，相许的无悔无怨，谁唱起了爱情的万语千言，时过了却不亲切，谁唱起了时